来吃一下拉面啊！哇！欢迎收看《周日东桥 Vlog》，我是包婆，我是文，我是 Chloe。今天是平安夜哦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要挑战做圣诞大餐，那我们来涩谷吃个中餐吧。我们今天要吃的餐厅是滴滴四七食堂，这家店特色是用了47个道都府县的特产。吃饱饭喽！现在要散步去广尾啦。喂。我们现在进到啊广尾商店街这边，有一家叫做 Nice to Meet You 的店。Meet 是什么 meat？ M E A T 肉。洛伊，你们买什么东西？我买了一个牛肉的 meat 派，超香的。你闻？嗯，好像啊。超多牛肉，超好吃的。对，牛肉 meat pie， 有一点点，一咪咪，都很好吃哎。它里面有点像，就像 beef stew。对，就是炖牛肉。好了，我们在下北泽买完东西啦。耶，这条。反正我们现在总之就是已经回到家里了，没错。现在在做前置作业，等一下就要煮圣诞大餐喽。等一下圣诞大餐大概做好之前，有一位来宾会来。我现在功用就是完全的助理啊，没错 ，assistant。你刚刚看到 Chloe 在做汉堡排，你有什么感想？仿佛看到我妈年轻的时候，为了抚养我们，就是辛苦的学习每一道菜该如何烹调。妈妈的爱。妈，我想你了。为什么要出门了呢？因为我们要去买油醋，不然没办法做，我要做沙拉。就有买到吗 ，Chloe？ 没有，没有买到。我不想说话。对，不想说，她生气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清酒橘圣招子，五代米招子做的，就是红色的米做，所以是紫色的，想说很有圣诞节气氛。来吃一下拉面啊！哇，超难吃。好烦哦，这个东西真的哦。没有，我觉得如果不把它当作是，就是一道菜，其实你就是当它是甜点，应该还 OK。我觉得不 OK。来，那个嘉纯觉得 Chloe 满分几分？1到10分，最高10分。后面8.8分。不错不错，哇！第二，超开心。这个传，这影片传家之宝。很 juicy 啊！你们要怎么样才看得到啊？来哦 ，juicy juicy， 我是鸡皮疙瘩，来鸡皮疙瘩，鸡皮疙瘩，会都流下眼泪，真的，我超开心的，被称赞哎，好吃，为什么又出来？因为没有开罐器。你今天出门几次？60几次吧，该回家了。对。其实开瓶这种事哦，就跟人生一样，你要顺应天理下去走，还有人生才会顺。而且你看，这个就是你出生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当你整个人生路走完，走到原点，其实人生就像一个圆啊，好不好？傻眼，我傻吗？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 Christmas Eve。大家在吵架中这样子过，吵吵闹闹中度过，这不就是美国电影吗？
歌。有部电影就是那个佳节前要先吵架，然后最后吃完饭，然后大家沟通，然后温馨一波，欢乐大结局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圣诞大餐来喽！完成，超好吃的，他应该是吃，我就先讲一下，好吃啊，真的很好吃嘛！好好 ，OK OK， 只是有点凉了。那就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！虽然影片播出时应该2019了，没错，拜拜，拜拜。